来，你试试合不合适。合适。哎，你看，咱跟村里签这合同写的清清楚楚，50年期限，这还不到10年呢，凭啥说变就变？咱跟冠才签的合同也是30年的期限，这是咱占理，村里不能随便征咱家地。你今天去怎么跟他们说的吗？也没说啥，就跟船家吵了一通，也没个结果。咱俩今天把这个合同好好捋一捋，明天你去找书记和主任说说，船家不讲理，他们不能不讲理吧？还是你去吧，我怕我说不清楚了。你没事儿吧？你看看，你是乙方，你是咱家户主，这事儿得你出头露面。今天船家还拿这话挤兑我呢。哎，咱家不是不一样吗？咱妈不说了，咱们家你做主，咱们家是女主外，男主内。你瞅你那样子，你就不怕村里人笑话你啊？我怕啥呀？哎，我媳妇儿能干，那说明我有本事啊。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啊，你还没有把他拿来做什么？哎，顺利啊，我们就是还是想把那个地，这还是种菜，而且那个合同上也有这么说，而且，万书记，我们就是不明白，村里有那么多地。为啥非要争我家这块地？你也知道，我公公跟庆来，他们俩就和地亲，没了地都跟没了魂似的。并且我们为了种有机菜，和销售商签订了合同，要定期供应。为此，我们投了一大笔钱，这刚把大棚建好。哎，您当时不是也知道的吗？还挺支持的。是，这情况我都了解啊。你公公，我当然更了解了。是吧？当时是说非你们家这块地不可的时候啊，我心里还真是咯噔了一下，可没想到啊，你公公跟庆来啊有觉悟，啊通情达理，当时就答应了，我就放心了呀。万书记，他们那不是答应，他们那是不敢不答应，他们不举手，怕您不高兴，怕村里面人看笑话，回去之后可难受了，连饭都吃不下，所以我们这次来呢。也是想跟您再商量商量，为啥就不能再另换一块地？秦父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也确实村委会也商量过，啊，但是按国家的政策，是吧？传统耕地是不能用来建工厂的，而且咱们现在建的保健品厂的附近确实是也没有一块完整的地，是吧？只有你们家的这块河滩地，在政策上呢，它属于这个荒地改造。也不犯毛病，这就是巧了，没有难为你们家的意思。虽然咱们两家过去啊有点状况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多想，啊，这个厂是一定要建的，这块地也一定要用，村里来征用这块地也是有道理的。幸福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是吧？有句话叫“集体利益高于一切，个人服从集体，少数服从多数”。你看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懂吧？所以呢，回去做做你公公和家里人的工作，是吧？想种菜嘛，啊，哪儿还不能种啊？啊，这个方面呢，村委会也会积极的帮你们协调。